今天来教大家做一个夏日西瓜饮品，西瓜果冻放进去，彩色小冰块放进去，雪碧倒进去，搅拌一下，今天是端午节，祝大家端午节安康。我做了一个辣平糖的粽子，咱们来给它脱下膜。怎么糖水了？你们今天吃的什么馅儿的粽子？好嘞，那就一个漏水的。这个漏水的放一边吧。今天用这个西瓜壳，咱们来做一个西瓜辣平糖。这个是我提前融化好的辣，就是买那种可食用的蜂蜡，然后放到盆里面，隔热水给它融化，融化完以后就可以。把这个融化好的辣往里面倒，然后来回的给它转一下啊，让这个辣都粘到这个西瓜上。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，第一次做，咱们来试一下吧啊！你看到没有，已经裹上了。再来一遍，再给它来一遍，再转一遍，反复的去转，能让这个蜡，就是很均匀的、很好的裹到上面。来，继续，再来一遍。还是来回的转啊，这个辣已经弄好了，我感觉咱们来给这个西瓜汁倒进去，然后咱们来给它封口，把这个融化好的辣往上倒啊，轻轻的倒，让这个辣浮在上面。辣跟水是不融合的，所以说它的辣直接是漂浮在上面的，看到了吧？好。
下面咱们就是静置，等它凝固了定型，咱们就可以给它脱模了、嗯。已经做好了，咱们也得扣上，扣上我扣上脱模吧。我不知道能不能脱得成功，我还挺害怕的。我感觉应该拿刀划，给这西瓜皮划开，但是还得轻轻的划，划大劲儿的还不行。哎，划大劲儿的还怕给它划实了，把那辣平糖划烂了。慢一点，先给它拉拉个口子，我看看怎么回事啊。我好期待，这是西瓜口味的辣平糖。妈呀，应该挺好脱的，看着挺好脱的，因为它这个辣已经跟这个西瓜皮已经分开了，属于果肉分离的一个状态。我只需要把这个西瓜皮给它沥开就好了，给它弄烂了就好了。啊，哎呀妈，成功了，而且也太好脱模了，比我想象中好脱的多得多耶，也太好脱了，你们能想象到吗？这西瓜壳里面是一个辣平糖。哎呦我天哪，太赞了啊。我又来吃爆爆猪了，这个是甘蔗马蹄口味的。